时候就只能改变心境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Chase Cafe Brian May Coffee 友善店，为大家分享防诈资讯、赖加好友的方式，以投资为借口诈骗被害人。一开始先让民众获利，博取信任之后呢，再用保证金、手续费及税金等各种名义要求投入更多的钱，直到被害人没有钱可以骗了，诈骗集团就会马上关闭网站，并且封锁被害人，这时候钱就回不来了。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切记，陌生人介绍投资就一定是诈骗，投资一定有风险，要慎选投资管道才会有保障。有疑虑时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，才不会轻易受骗哦。